养成计划什么意思？当然是要去好好读书，卷死他们。永夜王朝，叶家居然想谋反，是要图谋不轨什么？别管你弱小，那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我想借这次机会帮你逃出去，回到你自己的国家。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离开？你放心吧，到死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我只是想保护你，这一次你没有拒绝的机会。来人，赶快把七小姐给我抓起来，给我狠狠地打。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庶女本分。有我在，别怕。我莫离远愿意就此做小姐一个人的。